各位大人久等了。为什么姗姗来迟啊？哎呀，我们姑娘出来总得打扮打扮的，快给大人们请安呢。参见各位大人。您不是恩人老爷吗？请请请请。姑娘，这话从何说起？大爷，难道您忘了吗？哦，文钦兄啊，你真是守口如瓶啊。啊，是啊，你把我们啊瞒得可真紧啊。哦，原来是你啊。令尊他还好吧？哦，我听说了，他父亲去世了。啊，彩云啊，现在一切都还好吧？现在一切都很好了，彩云有个弟弟，现在也在念书了。哦，彩云呐，现在成了姑苏城里头的花国状元，那跟我们红状元可是齐名啊。所以呢，我们才硬把金科状元给拖过来，会一会这花国的状元呢。哎呀，这俩可真配啊。是啊。现在我弹首曲儿给各位老爷听。来到傅家班的，受了什么委屈？不妨明言。是是。哎，傅妈妈，他们俩还有很多私人的情话要讲呢，哎，用不着您操心了。我听琴声断了，有点奇怪啊。哎，傅妈妈，这种事儿啊，一点儿也不奇怪啊。不奇怪。是是是是，请请请。原来这些日子你家里发生这么多事。身不由己，我早就认命了。别后重逢，这点小意思拿去给你奶奶看病吧。洪老爷，上次的救命之恩我还没有机会图报，不能再拿您的钱了。那洪老爷本来是来寻欢作乐的，瞧我弦也断了，坏了您的雅兴。笔走龙蛇，入木三分，果然是墨宝。我一定要找个名家高手把它给裱起来，可不可以啊，洪老爷？字是你的，有何不可呢？我看就这两天一定可以裱好，到时候洪老爷一定要来亲临其会哦。好，好，我一定来。哇，好漂亮！好漂亮啊！哎哎哎，您都别去。
抢，别抢，别抢啊！抢坏了，杀了你们也赔不起啊！那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哦。就是嘛，状元老爷写的字啊，彩云姑娘要多少就有多少，才不像你那么小家子气呢。彩云姐姐，不是状元姐姐，你可不可以把这幅字画让给我啊？我可以出30两银子哦。啊，30两啊！是啊，我堂堂的花国状元，只值30两。你这个贪心鬼，我知道状元爷啊，一字值100两银。就是啊，你这样想发财呀，做梦去吧，搞得很呢。来来来，各位老爷，姑娘们都带来了。好好好好好，来，坐。哎，你们富家班的四个小姑娘怎么今天少来了一个？哦，彩云姑娘她生病了，今天不能来陪大家了。胡说，昨天红状元还跟他们在一块儿喝酒呢，怎么一晚上就把彩云姑娘玩病了？真的是生病了，她根本不能接客。哎呀，不接客就不接客嘛，还说什么根本呢？来来来，天下呢哪有不接客的姑娘啊？来来来，喝酒喝酒。来来来，哎呀，别抓着老太婆一句半句话的就不饶了嘛。过两天等她好了，我一定让她出来陪各位老爷啊。哎，说话可得算话，我们也不是不给赏钱的啊。哎，怎么不弹了？清平调不是很好听吗？没什么，闲来无事，随手玩玩罢了。你先喝点酸梅汤，这天太热了。姐姐还真是有心，嗯，看你一个人在这儿弹琴，真是够逍遥了。你胆子可真大，客人来了，说不接就不接。桃桃姐姐，其实我是有苦衷的。洪老爷对我恩重如山，我怎么能够随便招呼那些贩夫走卒呢？洪状元名动苏州，我怎么能令他名声受损呢？彩云洗过脸了，嗯，刚起来。妈妈，嗯，以后啊要加倍小心，好好的伺候彩云哦。嗯，知道了。她唱个曲儿啊，就够我一年的了。嗯，知道了就好。以后啊，这洗脸毛巾啊要干干净净的，水呢要不冷不热的，啊。嗯。这彩云的脸上啊，要是长了一颗粉刺，我就扣你半年的工钱。知道了，要是她脸蛋漂亮。就给我赏钱，是不是？小丫头，来，放在桌上。这是我让你桃桃姐姐啊特地给你买的东西，你来看。你看，这是上等的胭脂，这呢是百花香粉，桑仁蜜的唇膏，还有呢，看，你看。这些东西你喜不喜欢呢？多谢妈妈。我跟厨师傅也说了，以后啊他就专门给你做早晚的点心，要换着花样吃，什么银耳啊、燕窝啊、桂圆啊、莲子啊、百合的，换着花样给你吃。像你这样的年纪啊，正是要好好保养的时候啊。以后啊也要好好的睡好觉，这么大的姑娘不睡好觉啊，脸皮发黄，眼圈发黑，哪个老爷会喜欢乌眼鸡呢？我们彩云啊就是乌眼鸡，老爷们见了就像蜜蜂见了蜜糖一样。哎，
彩云呐、啊，怎么这么些好东西，你怎么不高兴呢？我不是不高兴，我到这来都已经快一年了，我家奶奶、我二弟还有我妈妈，已经一年多没见面了。那契约上不是明明都写好了吗？契约，我来这都已经一年了嘛。傅妈妈，你不是说把我当女儿的吗？对呀、啊，傅妈妈，何不让彩云先回家一次，了了她的思乡情谊呢？我是你傅家班的花国状元呢，而今全苏州也都知道了，就算我要逃，能逃到哪里去呢？你真的要这么绝情吗？那好了好了，那你去，早去早回来啊，我派人送你回去吧。多谢傅妈妈、啊、您早点休息吧。哎，你也早点睡觉吧啊。嗯，淘淘，你得劝劝他，以后哪个老爷要是出大价钱，他还是得给我接客啊。想奶奶，彩云，怎么是你？娘，哎，我的乖女儿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彩云，彩云，奶奶，彩云啊，奶奶，彩云，想死奶奶了。彩云，快给你爹上香啊！对对对，给你爹上香啊！奶奶，来，先坐下来，妈坐。啊。怎么，你们现在还在靠补衣服过活啊？是啊，你奶奶跟我手脚慢，眼力又不好，也赚不了几个钱。哎，阿祥呢？上学去了。姐姐。啊，回来了。姐姐。啊，阿祥。你回来了，我好想你哦。一年多没见，你又长高了。夏姐姐，哎，怎么上学弄得一身脏啊？姐姐，我已经没有去上学了。没上学？嗯。为什么没上学？你怎么那么不长进呢？爹临终的时候告诉你些什么话，你都忘记了吗？你不上学，啊？姐姐，姐姐我，姐姐，姐姐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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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姐姐，你为什么要长进？姐姐，你对我们长下了脸。我去找彩云了，你误会了呀，你别怪他呀。我们根本就没有钱供他去念书嘛，他每天去开牛赚点钱呢。姐姐，其实我并没有忘记爹的教训，我每天帮人家看牛，而且自己读书。姐姐，这本《孟子》我已经读得很熟了。刚刚姐姐打你痛不痛？没有啊，姐姐，没有。你回来，我们已经很高兴了。这些钱拿去交束修。姐姐，不够的。不过我自己读。自己读也是一样的，等我有空会去学堂那里偷偷听他们上课的。姐姐真是没有用，没有钱供你读书。你放心，姐姐一定会让你堂堂正正的再去上学的。女儿啊，快快快，赶快去见梁公子去啊！
梁公子是从杭州特意来看你的。哎，梁公子可是杭州四名士之一，人又长得风流，又懂琴棋书画，最合你的意思了。来，走吧。妈妈，我今天不想借花台。啊，那怎么成？残兵败卒你不接，公子哥你也不接，难道要接皇帝而不成？我的意思不是想接皇帝，我是想接洪状元洪老爷嘛。啊，他说过今天晚上一定会来找我的，快一点，你先帮我准备一点酒菜嘛。哎，洪状元呐，洪状元，你可真害了我。大哥，哎呀，你累了，赶快进屋睡吧。哦，我都睡着了。现在什么时候了？现在三更天了。三更了？是啊。糟了，我约了彩云姑娘。哎，大哥，现在已经这么晚了，彩云姑娘说不定都睡了。哎，家人有约，岂可失信呢？哎呀，糟了糟了，我的文稿。哎呀，这可是大哥的一番心血，全毁了。没关系，我还记得，我把它默写下来。大哥，你不是约了彩云姑娘吗？还不去啊？其实青楼这个地方，男人的话自然能相信三分，如果他是达官贵人的话，就只能剩一分了。而且你现在虽得洪状元的宠爱，但是他是什么身份，你又是什么身份，可不能太相信他。姐姐，其实我这样眼巴巴等着洪状元来，只是想请他帮我个忙而已。是不是家用不方便，需要银子？我爹生前叫我一定要好好照顾家庭，照顾我弟弟。我太没用了，现在我弟弟替人放牛，连上学的钱都拿不出来。彩云，这些钱你先拿着吧。姐姐，大家姐妹一场，就不用客气了。姐姐，你对我真好。我知道傅妈妈给你的月钱是不够的，但是你要多为自己想想，留条后路啊。现在天下男儿，你花国状元名称不是白叫的，天下的男儿大多都很有钱，如果你能够把握得住，跟他们猜猜拳，喝喝酒，日子也会好过得多，这何乐而不为呢？赤宁义子，你这什么规矩啊？我不是来陪你下棋的。
又吃你一子。不要嘛。马公子啊，马公子，你怎么心不在焉呢？这盘棋你又输定了，下子啊。哎呦，这是马公子来了。哎，傅妈妈来的正好。来来来，不下了不下了，喝酒喝酒。哦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哎，喝酒喝酒，赶快准备酒菜去。彩云呐，你要领马公子到房间里去坐去啊。哦，快去。我再给你倒一杯，来，我敬你啊。来，我再敬你一杯，你酒量真好啊。来。嗯，哎呦，你干什么？睡觉嘛。哎呀，哎呦，可是，哎呦，你还没帮我把头饰拆掉呢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来来来，我帮你拆，我帮你拆啊。哎，赏钱啊，拆头是要给赏金的。拆头饰也要给赏钱呢、啊？我没听说过啊。别处没有，我这儿有啊。好，给就给嘛。钱都已经给你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不脱衣服怎么上床啊？啊，对对对对，你怎么不脱？哦，又要赏钱呢？啊，不用给了，我才不要你的赏钱呢。那你要什么？我想要一个鼻烟壶。鼻烟壶？三更半夜到哪里去找鼻烟壶啊？哦，没有鼻烟壶就想跟我上床，哪有那么容易的事啊？你玩笑开够了没有？我是给了傅妈妈100两银子的。那你就去跟他上床啊。我去告官。娘，这些钱就留给阿祥上学，剩下来的就用来买些米粮吧。唉，真是太难为你了。哎呀，彩云啊，你拿这样的钱回来，奶奶心不安呢。奶奶，你尽管放心，等以后我存够了钱，赎了身，我一定会重新做人。你都进了傅家班了，想要重新做人那是不容易啊。只希望阿祥长进，早日考得功名，我们一家才可以团圆。我们一定会等到那一天的。姐姐，你怎么了？啊，你有心事啊？姐姐，哎，你知不知道桃桃姐姐怎么了？为什么满脸不开心，在那边求老天爷啊？嘘，她希望老天爷保佑，肚子要争气，不要真的有孕了。不会吧？有没有弄错啊？不会有错的，我刚听傅妈妈说的，不会弄错的。不会假了，西藏红花茶已经在厨房里煮起来了。你自己给喝下去，你个死贱丫头，好说你不听是不是？你非得我自己来，来！求求你！哎，不要不要！哎，彩云，你跑来干什么？啊？你要姐姐喝什么？不用你管，傅妈妈的事不用你管，给我出去！我知道，你要姐姐打胎是不是？不要这样，这是姐姐的亲骨肉，你不可以这样对待她。又不是你的骨肉，要你强出什么头啊？你还不给我走？
你说话，我这两天你不想打胎的，你说嘛，你说话。你问问他，他有什么本事养孩子？都30多岁的人了，你叫他大着肚子去接客人呢？生了孩子谁去教养他？他生下孩子自己抱着去陪酒去。妈妈，桃桃姐也是你的女儿，难道你心中只想着要她去接客人吗？好啊，你来教训起我来了。你问问他，这个野种生下来谁是这个野种的父亲？你倒是说。我告诉你彩云，我们傅家班的规矩，如果你以后要怀了野种，也是一样要给我喝掉这碗红花茶，听见没有？桃桃，你倒是喝不喝，随你啊。以后你要是大着肚子，我可不会管你的。哼，妈妈，不要这样子，请你让他留下这个孩子。彩云，求你。你管什么闲事？不要这样子，妈妈，我求你，千万不要这样，让他留下这个孩子好吗？不要再逼他了，求求你，不要逼他了。哎，姐姐，姐姐，你不要管我了。妈妈说的对，我不能把他生下。孩子，你不要怪我。姐姐，我你怎么了？啊，来人呐，救命啊！姐姐，哎，你不要出去！姐姐，不要，姐姐，姐姐，姐姐，你让我进来嘛！姐姐，开门呐！姐姐，姐姐，姐姐，你怎么了？救命啊！姑娘，怎么你今天弹的曲调不像平常那么柔和啊？柔和的曲调是奏给知音雅客听的，像你们这种鲁男儿只配听这种曲调。哎呀，彩云姑娘真会说话呀！鲁男儿就是说我们是英雄啊，男儿志在四方啊！来来来，来来来，好，来喝喝酒。像这样一杯一杯的喝多麻烦呢，我看还不如整壶拿起来喝干脆一点。哎，彩云姐，你喝多了。你坐下，你们这里所有的人都要像我一样喝，喝，你给我喝，喝啊，喝喝喝喝喝喝喝，来。好，真痛快，我再敬你一杯。来来，我们也喝一杯啊。好个醉美人，醉态更撩人呐、啊！哎，彩云姑娘果然是状元身份呐、啊，连喝酒也有情趣。早就这样，那我就不要我的桃桃了。哎，这么多天不见的你的桃桃，小心的跟别人斗。哎，你说什么？你也是入幕之宾呢、啊？哎，这么说我们是表兄弟了。真是不知廉耻！你们这些臭男人，都是负心汉，害得桃桃还在这说风凉话。你骂谁呀、啊？我骂你呀、啊！你干什么？臭男人！我今天要打死你们！你们这是臭男人！我要打死你们！放手！你们两个放手！听到没有？彩云，干什么呀？不要管，你不要管！我今天要打死他们！不要管！哎呀，彩云，怎么醉成这个样子了？你们赶快把他拉出去！放手！你们这臭男人！臭男人！放手！不要管我！说要带我来见一个人吗？怎么走到这儿来了呢？这人也曾经在傅家班红过一时，不过
人都有老的时候，我每年都会来看看他。大凤姐姐，嗯，淘淘，我天天想着你又该来看我了。彩云，来见过大凤姐姐。师太，怎么你也叫彩云？嗯，你身子还好吗？好跟不好都是一样的。到屋里坐吧，来了总要喝碗茶。我们一天只烧一锅开水，庵堂里全都是女师傅，挑水捡柴都不方便。没关系，我不渴。我明白，我像你这种年纪，玉意琼浆都懒得喝呢。彩云，你猜猜大凤师傅今年多大年纪了？跟我妈差不多。我今年呢是38岁。小姑娘，你也叫彩云？哎，这个名字多不吉利。你平常烧水种菜，身子还不错嘛。哎，淘淘，我知道你为什么带他来看我。我是个出家人，有些话本来不该说，可是不说就对不起你。请说。我有个亲妹妹，卖到另外一个班子里，起个花名也叫彩云。她受不了那份罪，没过半年就上吊了。吃上这碗饭，就只有三条路可走。第一是上吊，第二就是像我这样人老珠黄，削发为尼，将来别到尼姑庵来跟大凤师父做个伴儿。上辈子做了孽，到这儿修来世。还有第三条路，就趁着年轻走红的时候，找个老实的人嫁给他，规规矩矩的做人。这条路我可没有福分走。阿弥陀佛，小姑娘，你喝这碗茶，看会是什么味道。就是茶的味道，有什么稀奇的？茶是茶的味道，那不稀奇，就好像小姑娘每天也要走路，也不稀奇。师太，你说的道理我不懂。既然每天都要走路，天下间没有路是小姑娘不能走的。花开堪折直须折，莫待无花空折枝。小姑娘，你明白吗？姑娘，这么晚了你找谁啊？麻烦请您通报一声，就说富家班的彩云姑娘想见洪老爷。老爷今天不在家，你改天再来吧。哦，谢谢。
哎呀，彩云呐、啊，哎呀，你昨天一晚上上什么地方去了？洪老爷啊，等了你一整天了，还不赶快去给老爷赔罪去？不用了。已经很久了，都没有今天这般心情了。珍贵，跟你在一块儿，人也精神多了。你有心事？洪老爷，我想请问你一件事，什么是丁忧啊？你问这个干什么？待会儿我再告诉你。是这样的，家慈去年归天了，在外地做官的儿子就要回到家里来尽三年孝道。你看我不是穿着素服吗？我爹才刚过世三天，我就被卖到傅家班来。本来我已经认命了，心甘情愿地接受，但是自从结识老爷之后。彩云，你老爷，我真的熬不住了。我知道，我知道你的心事。其实从我们两个第一次见面，我就已经有了这个想法。只可惜我丁忧在身，现在不太方便。老爷，你就彩云一命吧。彩云，别这样。你放心，我马上会托人想一个万全的办法的。多谢老爷的大恩大德。大哥，这个你就不用担忧了。虽然丁忧纳妾是违反朝廷的法规，可是大哥您一向人缘很好，只要不张扬出去，我看大臣们也会睁一眼闭一眼，装作不知道啊。朝中大臣呢，大多是我的知交，想必也不会传到皇上那儿去的。是啊，如今最让我担忧的呢，就是你大嫂了。是啊，大嫂这个人一向为人精明厉害，要是让她知道了，恐怕会惹出大祸来。不过大哥，请恕我多言，你虽然偏爱彩云姑娘，可是也不一定要替他赎身呢，那样子迟早会出事儿的。现在我也顾虑不了那么多了，彩云早一天赎身，就可以早一天脱离苦海。二弟啊，啊，我看就麻烦你走这一趟吧。好吧。二爷，这状元老爷嘛，我不敢回绝他。可是彩云这个姑娘嘛，你这，哎呀，傅妈妈，你有话就直说吧。彩云来了这半年多，我下足了功夫调养她，这好不容易走红了，您这又赎身，哎呀，这不是拆了我们傅家班的台柱子吗？是啊，二爷，彩云姐姐可是我们这边挂头牌的姐姐，摘一回牌子啊，可是要100两银子的哦。红月二爷啊，我天天教他唱曲儿弹琴呢，红状元好眼力，这不是买花，这是来摘花的嘛。说个到底，不就是为了钱吗？傅妈妈，这样，您开个价，咱家洪老爷绝不会亏待您的。
3000两，给了吗？嗯，是我亲眼看到的，秦老爷啊亲自填的银票，他可是在钱庄上做事。为什么不高兴呢？这就证明洪老爷是真心喜欢你。你叫我拿什么来报答状元老爷呢？嗯，你可以生个胖儿子，将来也做状元。这个洪状元他今年多大年纪？总得要先合合八字吧。赵家奶奶有人给彩云姑娘赎身，谁花钱就是救命恩人，你还要查一查恩人老爷的生辰八字是不是啊？这倒也是，不合八字就算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我女儿嫁到洪家去是做第三房的小老婆，这未免太委屈了吧。我看这门亲事不谈也罢。彩云，彩云，刚才媒婆说你妈嫌洪状元岁数太大了，有妻有妾的。不肯，她怎么会那么糊涂呢？彩云，哎呀，彩云呐，哎，你怎么还不打扮呢？有老爷来了，赶快去接客。是不是洪老爷啊？什么洪老爷、绿老爷的？我告诉你啊，这桩买卖还不一定搞得成呢。妈妈，他什么呀？要赎身，倒是拿银子来呀。也许他今天就会送钱过来。告诉你，今天来的可不是那位洪老爷。快快快，赶快去打扮去，去。除了洪老爷，我什么人都不想见。彩云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懂规矩。你一天没有离开我傅家班，你一天就得要给我接客。快去打扮去，彩云，快去！哎哎，别过来！你给我听明白，我死也不见客！哎呀，你赶快去把他抢下来去！彩云，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！哎，好女儿，我告诉你啊，今天来的可是位贵客，是妙大人，哎，是你的好像。再说那件事，我叫你人财两空。哎，慢点，到哪去啊？我回家送月钱，天黑以前就回来了。什么东西那么重？住手！这老爷们的赏钱也是血汗钱。路上小心，当心被抢了。给彩云姑娘准备轿子。是。洪老爷的年纪太大了，你们还嫌他老？在傅家班里，岁数再大的老头子，我也得冲他们笑。娘也是为了你一辈子着想啊。彩云早就被你们卖掉，死掉了。你要知道，你嫁过去也是给人家做小的。是啊，我是去做第三房小老婆，但也是清清白白的做人家。奶奶的意思是说，洪状元他今年不能把你接回府。只能暂时把你安顿在外面。对，我已经答应了。先在外边租间房子，住上他一年，偷偷摸摸的当人家的小老婆，也比大大方方在傅家班强。都是娘害了你。娘，最困难的日子都已经熬过去了，你跟奶奶就赶快答应洪家这门亲事吧，不要再害我就好了。只要你愿意，我们还有什么不答应的呢？就停这儿。空中传来阵阵熟悉的声音，依依不舍诉说当年桂花情。
望着情缠绕心中，痴心万般却是相隔那么远。啊，为何回忆还是一场梦？啊，梦里寻他千百回，梦里寻他。啊，还是一场梦。生命若重逢一遍，我愿意放弃一切只为你。啊，为何光阴无法再回转，不再不限再爱一次的选择，不再不限。啊，还是一场梦。啊，为何回忆还是一场梦？啊，梦里寻他千百回，梦里寻他。啊，还是一场梦。